到这个级别的，我们才定义为最终的首饰岗。这个主要应用就是航空航天，我们一些核电、电子电力这块，主要是面向于这些产业来进行应用。它的关键就是在一些我们的一些避风面上的使用，还有一些关键的一些零部件上面一些替换。它的应用场景基于原有的普钢面上肯定没有那么大，但是针对我们个性化上面的一些特殊需求领域上面，它的应用场景比较重要。原来我们航空发动机的很多零部件要进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以国内技术力量开发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用我们自身研发的产品填补国内的空白，同时做到降本。目前我们主要集中的还是在应用端拓展我们的应用使用报告和检验报告，达到了这一个行业入门标准级别和一个认可度以后，我们再去拓展我们下一步的就是市场名单。